嗨嗨哟，大家好，我是娜娜喵喵错。然后我们今天是要继续我们的《The Legend of Fumble》。然后如果新影片要加个赞哦，订阅试一试找最新影片。好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走吧。这个我们已经打出了、好多金币哦。那我们今天打，我们今天打这个好了，打 Nibble 好了，好像蛮久没打 Nibble 了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走吧。Let's go。会打吗？不要理我。好 ，Nibble 的，哎 ，Nibble 技能是什么啦？我等下进去再跟大家说一下好了。等等哦，每次要等 loading， 巴拉巴拉巴拉。OK， 第一个技能呢是你越打越多的话，伤害就会越高。然后第二个技能的话是把其中一个方块去除，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走吧。我们是你这一边，我先丢你，我再丢你。OK， 那我们再移除，我看一下啊。好像少第一次是一个 OK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边边连起来，在这里。那我们再连个，我先把这个拉下来好了。OK。然后我再把这个粘起来，先把它困着吧，每个都困一点好了。OK， 然后我们这边再粘个牙齿，粘个牙齿吗？等一下我看一下，你不能尿尿嘛，对不对？好吧，粘牙齿吧。然后先丢，然后我看一下，我能移出哪里？我能移出三次吗？好像不能，我只能移出两次啊。如果能移出三次的话，我可能可以把这个拿下来。那我这边还能怎样移出？我看看哦。这里的话呢，不行。那好吧，被打吧。这里的话，我先移这一个好了。OK， 先打掉一只。那我再移，这一个，那个会掉下来 ，OK， 然后先丢这里，那我们再移除掉这一边 ，OK， 这里的话我们再移上去，然后我们打这一边，再打这一场应该就死掉了 ，OK。那我们这一边就，我试试看，先把这个排好来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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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先想哦。这一个吧。OK。那我们先把这一个粘起来，丢它。我先把牙齿移过来。OK。好，没事。那我现在就以一个牙齿连接起来 ，OK。其实我好想拖到就是把我心加满，可是我觉得这样好浪费时间哦，所以就算了吧，走吧，打死他吧。打 ，OK， 下一关 ，Let's go。这里的话，左边那一个是回复一点生命，然后失去一点的那个行动力，这样。然后右边那个是加三个星星，我觉得我们拿右边这个好了，反正我们的那个便便跟屁屁都没用到，便便跟糖没有用到。好，这里我想想哦，其实我们可以先连这一个。好，我想想啊，这里我要怎么连啊？我先把这个移过来，应该没关系。OK， 请看下回合。吼吼，你骨头吗？连吧，然后这边牙齿会掉下来。OK。哦，结果是打到上面那一只，很尬。没关系，这一边拿掉这一个。然后我先丢这一招了。然后我们还有哪里可以移除吗？我看看，我们可以移除两个。所以我其实可以移出这一边，加上这一边，有冰方，然后这个放在面前，然后这个我们拿来打这一边，然后再拿多一次打这一边。
OK， 猜一只。这里我们先连这一个好了，没关系。然后先把它连着，然后把后面连着。那我们可以按这一个。嘿，这里的话，那我们就来连个，我看一下哦，这一边。那我不该把它连着，因为还要死。这边有哪一边可以移动吗？我看看。其实我可以移掉这一边，再移这一边，有，然后先丢这一边嘛，好，然后再加多五个，哈哈，七个牙齿，哇，痛，哇，你们看到吗？那个牙齿，好帅哦，好，这里的话，我先连那个这个，哇，我觉得那牙齿好帅，那牙齿真的很帅。先连一个牙齿，然后先丢，随便丢吧，应该 OK。那我看一下我要怎么走哦，等等哦。上面那边爱心，这边是骨头。OK， 先丢你。然后这边我们再拿这一个刺它。OK， 先暂时这样。两边要打我没有问题，我们这边先去掉这一个 ，OK， 先放在这边。然后我们接下来，我看一下哦，这边要怎么走啊？其实我可以移除掉这一边，有没有？那我们再把这个拉上来。那我们可以这边拖着一回合，然后自己按一下，结果然后便可以，其实我们还可以再粘多一个便便，如果需要的话，但我觉得应该还好，我先这样。好，没事。这里的话我们先粘这一边，有没有？然后再粘一个牙齿，叮当，先丢它。啊，会丢到上面。我忘记了。没关系。这里我要怎么粘？先粘一个这好，这个好的，然后丢它，然后我再用这一个，我粘这一个 ，OK， 丢它，再丢后面那一只，然后我再用这一个打它，再用这一个打它，好嘞，那我再按这一个，呵呵，哦，333哎，好多。我觉得我们用这一个的话哦，可以把那一个成就完成，你知道吗？开牙齿我就完成一个成就了，然后这一个我又完成多一个成就了，你看有没有？超棒！这里没办法，等一下哦，看一下哦，牙齿这边，然后再粘这一个 ，OK 可以，拜拜。不行，我在这边玩太久了，我们要快一点的，不然家我觉得影片会太长。左边这个话是加一的那个金币，然后右边那个话是加三随机，哎没有，加三个行动力跟加三个不随机 mana 这样子 ，OK， 没事，来，这边我们就先粘这一个，那我们再粘什么？可以先移过来吗？好像可以，对不对？好，先这样。OK， 那我先把这个移过来，我再把这个移下来。我先砸它，不要动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就需要按这一个。然后我先把，我看一下哦。我先把这边移除掉，到这个年纪 ，OK， 放到面前，然后我先把这个移下来，我把这个移上去，然后就可以丢它，再丢它 ，OK， 那我们这边就牙齿连得上吗？连不上，就是大概这样吧 ，OK。
然后这边连个牙齿，丢它。然后这个 ，OK， 命中到。那我们这边就连个骨头先好了，先丢它。然后我们这里，我想想哦，应该没有办法，下一回合吧。OK， 这边的话，我其实给粘个边边先，然后放在面前，再对视，然后啊。先来到这一边，那我把这个连接起来。OK， 然后先这样吧。天啊，它好恐怖哦！这里其实我可以把这边移过来。OK， 然后这里的话，我们再把这个移过来。那我再用这一个打哈。再打，然后这里的话，我们就连个便便吧，还是什么？我再看哦，等一下哦。其实我们可以移除掉这一点，然后我们把这个连上来。OK， 丢它。然后我可以再按对一次这一个，耶，还是没中哎，真假的？哇！我想说，我可以中一个骨头之类的。不行不行，就向下。没关系，我先把这个连接起来。先丢它。天哪！我只想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就中一个骨头，有没有？那我骨头的成就就完成了。那先这样吧。OK。小在这边卡好久哦，我先把这移下来，把这移过来。OK， 然后再把冰冰移过来先。OK， 然后这一边先丢。OK， 再对一次，还是没中。快！少移掉这一个。OK。但我感觉我是不是有点运气有点差？算了啦，我就打你好不好？好，先这样。OK。然后接下来就这一边。我看看哦，我可以再粘多一个屁屁吗？能吗？有办法吗？自己拿移除掉。我这里还可以再移除多一次。那我先把这粘上去。OK。全部丢到完。然后再丢一次。啊，没中。没中。呀，好像可以哦。啊，这样就六个啊！算了，可恶，我放弃了，拜。我就玩完是那一个成绩有点点的，要靠运气那种感觉。然后左边那个话是有免费的便便可以丢，然后右边那个的话是，你每到新的那个房间，你的那个技能会改变。我就拿左边这个好了，有新的便便丢不好吗？啊，可恶！嗨，我跑到一个专门玩了。给我简单一点好不好？左边吧。呀呀呀！我先不要玩你，我先过来这里。这个，好嘞。然后这一个吧。好，那我再过去玩一下。来来来，我再给你玩多一趟。有更多灰色方块，不错，这个。这边吗？好吧。明运，明运，我们就走吧。
里，我、哦、还真的是有免费便便哎，自己掉下来 ，OK。我移错了，各位观众，完了，有办法补救吗？好像没有办法，没关系，这回合让给你们。OK。这里有办法连到一个便便吗？好像没有办法，我先连这一个。OK， 我看一下哦，有办法连到一个便便吗？我总共可以丢三次，这一边一个，这边第二个，这边第三个，进攻。好，这个。好，呵呵，没有东西用。OK， 这里我想想哦，移过来，移过去，然后先点这一个，然后我们这一边，算了，这里我们可以点这一边。算了，我先粘一个牙齿。再不粘一起东西的话，我们牙就要炸掉了。自由要怎么办呢？我想想哦。我总共可以去两个，那我去掉这一个，我再去掉这一个。好。然后我可以去掉什么东西吗？好像没有了。好吧，算了，下一个回合吧 ，Let's go。想后面那个好麻烦哦。好，我说回那句话，前面那个也好麻烦哦。这里其实我可以移除掉这一边，那我把这个移过来，那我先把它打掉。然后这里我可以移除掉这一边，那我把这个连接起来。OK， 然后再来这一个。哦，可以，这一边。好，七根骨头。这什么东西？哈哈哈哈哈！还有这样玩的吗，弟弟？好，左边这个的话是回复一份二分之一的血，可是你会被粘着。然后右边那个的话是。把这东西丢到后面去，我觉得可以哦。好，我们又完成一个成就了，接下来可以轻松打。哎，说轻松其实不轻松哎，这怎么打？先这样好了。OK， 哇塞，这什么东西？我就需要用这一个了。那我们需要粘这个先，然后接下来啊，需要很浪费，但是我觉得只能这样。然后先把一只打上去，那我可以移除掉什么东西啊？我看看哦，移除掉这个的话呢，哇塞，这上面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，然后先丢它。然后来一个，我们粘这一边。好，开始。然后我们再打这一边。OK， 这里我们再粘一个牙齿，看到有牙齿就粘，然后丢它。OK，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移除掉什么东西吗？我看一下哦，我们可以移除掉这一边，拿这一个。拿丢它，那我们试试看这一个。哇，然后接下来这一边的话，我看一下哦。啊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捡起来，随便放，然后带这一个打哈，不要动。然后我可以再用这一个打哈。
那我们可以再来，可以吗？可以啦，这边。OK， 打。那我们再用这一个，比划。OK， 先这样。老对哦，还有上面那三只我都忘记了。哎，我真的感觉上面那三只好麻烦哦。你就可以再滚上去吗？谢谢你的合作，你不要下来了，求你了。你就永远的待在上面就好，这样的话对你我都好，有没有？你看我这种想法多好，你打掉它。那我们再打这一边，有啊，炸，还是没有拿到东西，算了，下一回合再看看。天哪，你们好麻烦哦！不要不要不要，我看一下，算了，来啦 ，OK， 先丢，老在 ，OK。然后这一边，我想想，先这一边，啪砸掉，走开。然后再这一个，走开。然后擦上面那一只 ，OK。然后你 ，OK， 大概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。哎，你要不要下来了没？看一下哦，我们开弄了便便。所以我们只剩下尿尿还没弄过，是不是？没有弄错的话，呀，还有这个也没弄过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就排一下。OK， 嗨，你等我一下哦，你给我排一下哦，我就有排错，这个要上去，这个下来。OK， 没关系，给你来一下，这样吗 ？OK， 有了。好，那这个成就也完成了。还有什么啊？我们还有什么没排过？就尿尿嘛，对不对？尿尿感觉好麻烦哦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，我们就今天把成就做完好了。不然我要等他下来，对不对？哎嗨，这样吧。OK， 但这个话只有六个哎，好像不行，好吧，算了，下一次吧，拜。我到底在干嘛 ？OK， 这里话有一个便便，先砸哈，不要动，这里砸。这里其实我可以把这边拿下来，然后这边也排好 ，OK 可以了。然后这边我们就粘一个边边，跟个骨头，拜。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丢去后面，好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粘这一边，粘个牙齿先，丢哈，再丢哈，再丢哈 ，OK， Enter， 好，插两只，这里，哼。就我有点想这样子粘 ，OK， 然后我们再丢这一个，然后我再用这个，啊，又没粘到，可恶，算了啦，拜，姐姐我快放弃了，好嘞，你嘛，我就先这样 ，OK。嗨，
你下来是好事，但等我一下，这一个加这一个 ，OK， 拜拜，继续。好，下一回合。这边左边的话是加一攻击跟会吸血，然后右边那个是打掉一个方块，这样。我觉得我们拿左边这个吧。好，又是你，兄弟啊！我们继续可以拿这个 ，OK。这里我要怎么拉嘞？我觉得我们先可以按这一个，然后把这边拉起来。然后我再拉我这一边。我再移除掉这一边，我看看，不行，差一个。那我这边先移一个牙齿，好丢。然后这边我们再移一个骨头，然后这里我们再移一个，这一个好了，好，再丢它，再加五个下去 ，OK， 这我们放这里，这我们砸它啊，我应该砸旁边一只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粘，那我们再用这一个吃它，咦？哦，对啊，不要，我们用这一个 ，Go， 好，然后再，哎，他又在，这个没中，没关系，这个有，拜，没问题啦，姐姐，好。然后左边那个的话是有道具折扣，我觉得我们拿道具折扣好了。右边那个是你可以粘那个诅咒的东西，然后你可以粘那个诅咒的东西，然后攻击他们这样。在哪里呢？有，谢啦，终于来一次，给我攻击，拜托。Nice， 有你真好，爱你哦。好，这一边，这个好了，每一个回合可以用也好。再这一个，应该不用吧，走吧。嘿呦哇，啪嚓啪嚓啪嚓，哈哈。OK。这里，这里，我猜就要移到那个骨头了。那我们可以用这一个，这里，拜。我刚才发现到头上有一个炸弹，你们刚才有注意到吗？我觉得这没有用，他们不能用到那，他们不能用技能打他们。再粘这一个先，其实我想试试看，好吧，好像不行，再下回再看看，试试看好了。不行，除非我这样移，有没有？好像也不行。等一下我干嘛移过来？我是智障吗？算了，有没有？我开脑袋在想一些东西。OK。有办法移什么东西吗？先这样好了。
然后我们移一个骨头。OK， 有办法粘个边边出来吗？好像，好像没有办法哎，怎么办？先这样 ，OK， 再这样 ，OK， 然后十三，我可不可以做实验的啊？你们不要打我带痛，我就很谢谢你们了。我试试看这个东西哦，好像不行，这太远了。你看我又弄错了，哎呦，我弄错几次啊？等一下，好烦哦！呀呀呀呀呀，我们要重来了，可恶！这句话，奇怪一个。等一下，我叫他打我。等一下哦，我先把这两个移掉。OK， 然后我先放在这里，然后先把这移下来，我先把这个移走。OK， 抱歉啊，这位同学，你要陪我玩一下，有没有？然后我先把这个移下来，有啦有啦，这样的话就有七个，超极端哎、欸！等一下，有没有？哦，我这样我就完成多一个那个程序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骨头又要出现了，嗨！可是他砸错人的感觉 ，OK 可以。我在玩什么？等一下，左边那个是加两个攻，加两个那个什么，加两个行动力，然后右边那个的话是致盲攻击。我觉得我们拿左边这个好了，可是我好像没有地方可以换。我可不可以不要拿？好像不行，算了。好像就是避免一定要拿就对了。这边先连这一边，随便打。脑袋啊，不对，玩错了，对不起。带这一个。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星星，连下来先连到边边。OK， 边边放这里。然后我们这里要怎么连？我在想哦，这里啊，掉掉的不。OK， 没事。那我连这边，去打哈，因为要让它变小，我们才可以打哈。然后我们这边再连个牙齿，打这一边。然后再用这个，然后再用这个。好，剩下这一边，我们可以再按多一次。虽然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按那么多次。这个我放这里。然后我们这边也可以再连接。然后我们再用这一个拿掉这一个，打哈。那我们再用这个打哈，然后这一边，哦哇哦，好多屁屁哦，先随便连一下吧，哎，随便连一下，随便丢一下 ，OK， 它爆炸了。那我们这边就连个牙齿，没有连个骨头，把这边丢掉 ，OK。那我们再粘个，我先把这边去掉，我再把这边去掉，来给他，然后再这一个，然后他在的位置好尴尬，我要怎么弄呢？这边，就丢这里，然后再来这边，好。OK， 没事。然后我们再加，我再把这连接过来。OK， 然后这个啊，我不小心粘到骨头，抱歉。然后这个，
可以啦，没有问题。好，下一关，这里一样就先连着一个，再把这连过来，有啊，四下 ，nice。那我们再连一个牙齿，牙齿并连，然后丢它，来。OK， 接下来我们先按这一个，然后这边我们就移除掉这一边。好，咋？哦，我忘记，我没有看到那个小鬼。他太小只，我没看到他。没关系，我先连这一边。砸他。然后我再用这一个戳啊，好，先把它弄走会比较好。那我先按这一个吧，加多点行动力，然后我们这边再黏立起来，那我们就可以再用这一个，拜。这里的话，我想想哦，这里我们可以黏这一边。好，牙齿 OK， 然后再这一个，你就不能到一个好位置吗？没关系 OK， 然后我们再用我们的针，拜，再用我们的针，拜 OK， 没问题没问题，轻轻松松的过关，可以。好，这里的话 Heal enemy 跟 move one More attack than one down。这个话是把那个就把那个整排然后往下走一步，我觉得这不错。我们拿这一个吧。好。又是这一只。他心脏没有开，我们就达不到的一只。各位还记得吗？超麻烦的一只，好讨厌。好，先连个边边先。在这一边，然后我们再粘个，我们先用这个打旁边，我看一下会不会增加伤害，不会，很好，要打它才可以增加伤害。那你还是不要动好了。然后这一边 ，OK， 再接下来我们就先粘这一边。OK， 先这样，然后要等他行动嘛，对不对？我很想粘完自己骨头，然后让自己骨头不要再出血的。OK， 好，先这样，打吧。OK。好，我们这边就先按这一个，我看看。算了，我先用这个打，滚去后面。我们就专门用针来刺它好了，我觉得这样应该 OK。那我先丢这一个，然后我再移除掉。我想想哦，我们其实可以按这一个，那我就没有这个烦恼了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弄更多的便便，所以我先放在这里跟这里。OK， 然后先把便便连起来。然后我们需要一些的尿尿，因为下回合应该是可以打哈的，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。好，先这样。OK， 没事，给你打 OK 的。然后先把这个粘起来，然后先打，滚。然后我们这边再粘多一个，把它打后面去一点啊！我丢错边了，没关系，还有得拯救。小面，谢谢你。然后应该没有东西的吧？好吧，就行这样。哦，你又出来了 ，OK。那我先连接好这一个，砸你。
再来这一个刺你，然后我们还需要多一个变变的话，这里，然后这边 ，OK， 好，不行啊，我们一定要让它动啊，它不动的话，我们打不到它里面那一只，然后这边 ，OK， 拜，可以，没问题，直接。不白不白OK， 艾特我们下50%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拿这一个，就随机增加一个属性这样。这边吧，我看看哦，这个吧 ，OK， 然后这一个，哦，这样会不会怎样啊？其实我蛮好奇的，没关系，给他看就懂了。来，再跟姐姐玩一场。姐姐好东西，拜托。啊、哦，好不要。Why？ 算了。加一点杯水，好东西。兄弟，兄弟对我好点。哦，谢啦。可是好像满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放在这里。好，走吧。可以啦，没有问题啦，有没有？我们这样子完成一大堆的成就了，你看这一场我喜欢。好，先按这一个，再按这一个 ，OK， 然后再按这一个，不按白不按。然后我现在才看到板，然后这板好烂哦，没关系。OK， 这边先加在前面，然后在这一边。先丢旁边，再丢这一边，那我们再用这一个，好像好没作用。这一边的话，我们先连这一个，老宅了。OK， 再丢一下，拜。呀，不行。哦，好，明白。那我们先连这一个，拜。然后这一边我们再按这一个，我们先捏骨头，好，然后我们这边再捏一个尿尿，然后先用这一个，拜，再得一次，拜，可以，没问题，好，下一关 ，OK。左边的话会有更多奖励，右边的话又是多一个免费的便便可以丢。我觉得我们拿更多奖励好了。虽然说我觉得到最后一关才有更多奖励，好像没什么作用就对了。先捏这一个，必须的。那我们再按这一个，然后我们先打掉这一只。啊，我忘记还会变小。啊，每次都忘记这个有点伤呢。没事，还是可以的。有什么东西可以往下移吗？没有，先这一个。OK， 打哈，有，刚有东西往下移了。来，啊，不对，我按错了，这一个。OK， 然后先不能打哈。我先想哦，我先想哦，我先想哦。粘便便吗？可是我又好不想粘便便哦。没关系，我们先粘这一边，随便丢。然后我们再粘这一个 ，OK， 先打哈。那我们再打哈。好，差一只，下一回合吧。前面那个有点麻烦，不能用。哇哦，这家伙强哦。先粘便便，放在这边。然后我们再粘个骨头好了。要先把这边丢掉。然后这一边好像不太行哎，接这里 ，OK， 然后哇不行，他drain掉我mana了，有还行，这里可以，拜。
吉吉。好，下一个。OK， 先用这一个，再用这一个。好，这里我们就是可以直接粘一个尿尿，再粘一个牙齿。先打，结果是打到上面的。OK， 我们用骨头移下来，再用骨头移下来，拿到更多的骨头。哎，OK， 这里，看这版面，说真的好烂哦，没关系，这一边，自己再移过来，自己再移过来。来，我们先把这移上去，这移下来。再救他 ，OK， 我再用这个丢他，好，这里我们先粘一个便便吧，没关系，好，然后这里我们先粘一个牙齿，丢他，然后接下来这一个。这个移下来，这移过来，这再移下来。好，请打掉他们。哦，不要再跑了，拜。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？我因为后面也太麻烦了吧？没关系，这里再多一次，谢谢。丢啊！哦，我觉得上面那两只好麻烦啊！你们不要再阻挡我丢人了，好不好？求你们了。哎，真的有够麻烦哎！你们到底要挡我挡到多久啊？喂，哎，我觉得你们这样子太过分了哦！肯让我打了没啊，兄弟？哦，终于。呀，我到底移了多少个东西，我自己都不知道了。OK， 哦，天哪，接那个飞的小怪也太麻烦了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好，下一关。好，左边那个的话是可以 TP 到一个地方去，然后右边那个的话是增加一个星星，然后也增加一个那个诅咒。我就我们打左边吧，没关系。虽然说我们已经打 boss， 又是你，怎么又是你 ？OK， 这一个，好，我先把这两个移过来，然后我先打他吗？打他吧，然后我再把这个移下来，再把这移下来，丢啊！然后我们再移，我什么东西可以移呀？我什么东西可以移才对？没关系，我们先移这边。那我们就有更多一个牙齿了，再把它移下来，再把它移下来。不要，我先不要你牙齿。啊，没关系啊，粘吧，没啥。丢，放。这一边先把这移下吧 ，OK， 没事。前面那两只有点麻烦 ，OK。我说我的这边屁屁是不是太过度了？这个先按。那我们先把这两个移下，那我们再把这移上去，然后再移一个骨头，先丢啊，然后先打啊 ，OK， 再按这一个，好，没关系，丢旁边，然后我需要一个那个牙齿，再丢啊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再
连个，没关系，我先按这一个，然后先把这个连在一起。好，我先丢它。那我们再用这一个，拜。哦，对哦，还有你，我怎么能忘记你了？等一下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没关系。再移下去，冰崩。好，我们又有行动力了，有没有？再先打。然后这边我们要移出什么？我就先移出这一边，再移出多一次。好，中吧，拜拜。然后我再移出掉这一个。然后我们这边，这个先下来吧 ，OK。然后我们这边又有行动力了，冰棒。这个再连接起来，再连个牙齿。牙齿丢哈 ，OK， 好的嘞。然后我们这边再打哈，然后我们这边又可以按了。这里的话，我想想哦，我们先连接这边，先丢在它前面。然后我们再按这一个，你不要连接奇奇怪怪的东西哦。好，可以。先丢这一个，再丢这一个，好，然后我们再这一个，拜拜。没问题嘛？有没有？叽叽，不不不，好嘞。然后一样嘛，这一边。好，然后这一边。呀，我这边如果按这一按跳过会什么？哦哦哦，我们解锁了那个针线。然后我们解锁一个 prayer 卡，就是那个祈祷的卡。哦。可以哦，可以直接跳过哦，我觉得好像动画应该都一模一样。好了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到此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按个赞哦，然后订阅我，随时知道我最新影片。那我们就下一集再继续吧。对啊，然后谢谢大家收看啦，那就拜拜。